林心如和周杰舌吻事件，最近一段时间在网上可谓是闹得热火朝天。其实大家现在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当年还在拍《还珠》时周杰是不是强吻林心如了，但是升级到了林心如品行的问题上了。周杰重提20年前舌吻事件只不过是个导火索，有知乎大神扒出了林心如早前参加综艺时扎照微小人，慈善芭莎晚宴被爆出一分钱不捐后，可以说是彻底洗不白了，又招来外界怒怼。从舌吻到未捐款，短短一个星期时间，林心如成为了大家的眼中钉，可谓是一夜之间众无之地。林心如一夜之间众无之地，好友苏有朋急忙撇清关系。网友发现，在林心如被外界骂得最惨的时候，9月11号，苏有朋转发了一条来自 VI 白血病专项基金对他曾经资助白血病患儿的感谢信。9月9号是芭莎慈善夜，然而9月11号，苏有朋在微博转发做公益相关。有网友表示，林心如这段时间被骂惨，苏有朋在这个节骨眼上转发自己做公益的微博，这不明摆着和林心如撇清关系吗？早前周杰曾在博客爆料，当年拍《还珠》时，剧组总有那么几个台湾演员说一些攻击大陆人的话，说的应该就是苏有朋、陈志朋和林心如了。看来当年林心如和苏有朋在剧组时关系就很好了，并且近年来苏有朋和林心如一直保持着联系。前不久两人刚刚合作了《嫌疑人 X 的现身》，然而此次苏有朋撇清林心如关系还真是令人唏嘘，人心太复杂了。